我回过头去，我很想买，然后呢，偷鸡不成蚀把米。这怎么卖？啊，这里有一条大裂，裂到这里来了。可以斜着切掉吗？切掉的话会切掉这一点，薄啊，因为这一点吸引到了你。嗯，有一条大裂。看看你视频，生意好不好？还行，没有。哎呀，怎么说到饿死这程度来？谢谢啊。没买吗？买不到东西。买了吗？好久都没有买到东西了。看你逛这条街。是的。是第一次看。我走过来，它不顺路，你知道吗？我一般都是顺着路走，生意好不好？这几天不太好，下雨的原因吗？那暑假都不太好。这个暑假，那可能那些老板都出去玩了。这没仔细看，还以为是那个鲜血呢。谢谢。这个怎么卖？两个六万。两个六万。又是薄片面的品质。对，裂太多了，整个密密麻麻。你看。看到了两万。好多好多就不加了，差一点点就来加。料子不能冲高，仔细看了一下，它还是有纵横交叉的。但是石头很难说嘛，我们买回来肯定是要薄，但不想薄得太大。它那个要来切来取，感觉也是挺头疼的。这个品质就是它一定要有大颗的，头疼呢就切习惯了，还是不会很头疼，就顺着裂来就可以了嘛。看一下，那怎么卖？3万。我看得很低了，怕给了你会不知道会不会生气了。先谈这两个，看得很低，给了你会不会生气啊？不会生气啊，不会生气就来试一下。但是我不好意思说出来，我用手机按，但是我也没有乱给啊。差得远不远？你要说。差远，我直接跟你说吧，你给我一万六。啊，那挺远的。如果是说差别不大，就可以加一点。那个给我心目中差得有点远。欢迎回头，我抽他嘛。这两件了，他们有这样的胶板，但是每次给了你，我就按你看的给你就行了。我如果买，我就全部给你买了。那行吧。我跟你说可以回，但是别太多了，对吗？不好意思啊，但是可以，你要卖掉哦。我是说不能买，就是总弱了一点点。而且它打的那个色的位置感觉比较漂亮一点，其他应该用不了。要切掉好多的，我要走开啦。再加一千打电话。好。感觉在逛这边的市场，不仅要注意身边经过的人，还要注意脚下。是的，现在少了，这个市场在十几年前到处都假货。假货，然后后面从什么时候开始假货就都不卖了？那个保安抓得严了，一旦发现的话就赶出去，不让来这边吧。没收，如果数额多的话报警抓人。那他一般他在卖的时候会不会跟对方讲说这种是什么逼货啊？不会，他要是告诉你这是逼货，人家就没抓他了。因为在门口还有啊，要么一个大妈，要么一个大爷在那里，都是满色的、满紫的、满绿的、满黄的，满黄的比较少，都是满紫的、满绿的。有没事，我手拿，你放这里就可以了，放得进去吗？他这个总我都提了好多天了，知道就是在我这里是给15000，他们卖的时候给了16000。那我多发几百辛苦钱给你。不用，多少就多少。你看这样吧。不行，怕他。哦，这样子。不用，你们多多赚。没关系。不用，不好意思。200多块钱没关系。好，谢谢啊。一点的话，他两块多钱就看不到了。其中有一块就是你刚才说的，它那个比较纯的位置啊，它那里可以做一个满色的人物，但是牌子可能就是一个立体做圆雕的。还要研究一下。我是想着做牌子还是要做单纯取下来。来，蒙大爷跟团长，我告诉你，这两个板料呢，它是不能做手镯的板料，而且它有一个保险的做法跟一个高利润的做法。高利润肯定是高风险。这料子你看这边上有裂，然后是它这条色，你看它打灯看到了没有，它是纯的，所以调到这里来。然后呢，它画得好的也在这里。我的原先有这么想法，就是我干脆这样子从这里砍到这里来，我这里也不要多了，就这里来取一个这样的牌型，这里来吧。因为它的裂是这样倒到这里有位置，那你只要是这样子做山水的话，它就是没有风险。但是要高利润就是要取色出来，你看这里做人物，一整条做人物。如果是大件的话，就要做斩观音；小件就要做佛。因为什么？男戴观音，女戴佛，人戴要大件一点嘛。它这个料子很奇怪，你看它这些画得很好，肉是一点。然后这边也是，但这边的色就没有那边那么好。但是如果取整条，到时候你自己看着要怎么去取，要不要搭一些这样的肉。自己去吧，我个人是不太喜欢做那一件山水，那件山水呢它体现不出来它的价值，但是你这种料子它显功，肉一细加上又有彩，它就显功。赌它啊，我们本来就有手艺的，怕它干什么？我小柱子说这个位置可以切界面，那你就先切界面吧，反正这里有裂，又在边边上，就是有就要截了，后来我告诉你，大件的先拿，然后小件的交给他去搞，加进去了很漂亮，这个就太小了，这种就不知道有没有料，你要看它做一刀下去就知道。你知道吗，我今天做事还太急了，你知道太急了，我回过头去我很想买，因为出到
到12,200，我就不想再出了。然后呢，偷鸡不成蚀把米。我回过去的时候，我没有注意他在讲电话，他是莆田人，他讲的莆田话。他说满里满里，他已经打电话跟你说，人家最高最高只出12,200，满里满里。我就在没有注意听，我就说再给你加1,000，本来12,200就能成交的，后面呢是13,000，13,000呢，你又看了这个东西可以博满色。本来他是说人家给过15,500的嘛，又多给他发了280块钱。切碎他也，切碎他也有划算是吧？嗯，那就看你了，亮哥。厂长，大件搞出来，说不定小件还赚翻了。出过厚度，一见这面还是那个马鞍起来。哇，那这种颜色穿过来的啊，主要看啊。好，先别管，先别管。你把这些你要留起来的，先给我画一下，然后切出来。就我要叫亮哥来拆这些边边上啊，赶紧画，赶紧切。这料子一切出来就好看很多哦，它在板料上的感觉没那么好看。对啊，之前感觉粉粉的，粉粉看到羊叉石，你这些哪里是粉粉？啊，我说那边都有焦炭的。你就说那叉的位置，那也别小看这叉的位置，说不定亮哥等一下会给我惊喜呢。你要是等一下没有惊喜，我就骂人了。我刚才估计骂厂长，你骂。现在做点拉钱那个事情，现在做点懂的，这么小你也做出来了，你看你出到这个漂亮的起来，漂亮是漂亮，太小了哦，只有这一颗哦，可以的嘛，还有这些小挂件的嘛，漂亮，再做一个瓜就可以了。其实他如果作为一个瓜，做一个佛也可以啊。不知道要做瓜还是要做佛？你想象那一份料子买的时候有这种水分。这一份现在是切好了，到时候一件主力。哇，对，做出来观音是绿色的，哎，我有搭配一些别的，这做的是土鞋，那这是文书吗？不是，玉龙观音。好，我觉得这份材料可能纯纯的赚货头啊，货尾的本钱都不止啊。刚才我刚才大概看了一下啊，这些切完之后，你全部拿来做模，我看我们裁切。啊，你看我挑出来就行。这一片去做成叶子，这一件呢是要做成小动物。如果你做小动物的话，你就做成小兔子，是萝卜叶子也可以啊。这些呢做佛或者做财神你自己做决定，然后这些就不要做了，我挑出来，这虽然有点肿有点涩啊，但这些跟这些比起来太差了，这些就不要做，然后这些界面你就拿去做好，这有点黑点呢，颜色就很好，做黑一点，做一朵花吧。更重要的是这一份，其实我纠结了很久，那天买回来的时候就想着这个视频要不要把它发出来，因为如果我们把它发出来以后，我们去买料子会增加一点难度，特别是我相信这个货主到时候他有可能看到这一件佛，他可能就会一件就有那个钱了。但这个很难说，我们自己用心在逛嘛，你看那天我们连续逛了10个商场，一件货都没有买。这里呢，你以为就这两件大货就没了，还有一些界面拿出去做了，它界面的色就是像这样的颜色，但是它界面太小了，因为它薄薄的就做一朵花。胡总还记得这料买多少钱吗？13,000多一点点，估计这两件就应该有了，因为这件它做出来是整个是满色的嘛，当然它色没有这么辣，要色这么辣不得了，但总是这么好，我也搞不清楚，有些时候去买料子啊，那就很难谈，有些就很好谈。你看这个小兔子是 Q 版的兔子，而这叶子是绿色的，又做了一些这样的佛，就做了个佛，它就其他就是素面的，这份料子很奇怪，连这种种水都有，它在每个位置都不一样，我就很喜欢我们工厂开的佛脸，真的，这不是做吹字脸还是什么的，反正我觉得佛脸你就是一定要笑得开心，一定要一眼看起来很舒服很开心，那这份料子不赚大了，对，真棒。那看抛光器用效果吧，它应该不会差到哪里去。这后面这里有点棉絮，这边也有，但是它这个棉它又肿的很奇怪，说不清楚它咋来的。玉龙观音，普贤菩萨，我们做普贤一定要什么？哼，你看。
看，还是没学会六牙。六牙。这原来六牙白象是谁的坐骑？又不知道，释迦牟尼的坐骑啊，后来给他了，可能两个人关系好，说来吧，我乘车给你开，大概就这么个意思。其实这个观音的脸呢，是种水最好的，也是颜色最纯的。我在考虑的时候是说，要不要这个脸也抛光起来？但跟公司的同事沟通完之后呢，还是觉得还是要做磨砂的好，因为太小，太小呢就到时候怕抛变形。哎，你这钥匙的不挡流了，抛光。今天没有阳光哎，今天是10月17号，对，17号。这份料子啊，它是很奇怪的料子。为什么说它很奇怪呢？它同一块料子切出很多不同的品质，比如说像这个种水颜色，哇，大件有这个发财啊！你想想就好。还有这个呢，胶感十足的满底色，大件这种满底色也发财了。是的，然后这两件也不差，你看它颜色也好，但是大件便看得清楚五官吗？相当清楚。那是就可以了。今天没有阳光，它有阳光会更漂亮。后面呢，这一件的毛病少一点点，就没有怎么做。后面棉多一点点，就把它压下去。够大件的，那就是大嘛。还有这些小界面，你知道干嘛用的吗？配顶座、配箱。对，还要找一个差不多的。但是这些能够有些界面感觉又很太好了。对对，这些配不上。啊，这份料子五光十色，什么都有。还有，我告诉你，什么叫真正的浮瓜？这雕着一个瓜，我上面雕了一个佛头。这一份料子就比较特色，就是从普通到好都有。然后呢，种水有的就很好，有的就直接丢掉。然后这两件大件呢，在室内看起来怎么样？到时候好好展示一下吧，毕竟下了这么大的功。这样子呢，开灯呢，你怎么开灯反而色淡了？对，你看我说这个种好的，你看种好的，胶质感好的，还有这边有特色的，有兔子，下面绿叶子的萝卜，还有我说真正的紫瓜，还有这边还有界面，颜色还是淡了一点点的、啊，还有就是玉龙观音。到时候自己去找角度吧。好啊，然后这荷花雕的都是立体的。你看这东西，它稍微因为这只是连杆嘛，然后呢它小嘛，看起来种就很好。然后你看这树面的地方，它光也很好。这个是普贤，它最好的位置呢，把它作为开脸了，知道吗？它脸是没有抛光的，因为抛光怕它会模糊。哎，对了，普贤就是这种脸线，好吧，你去拍吧。这份料子真的是，别的都是祸中祸头祸尾，这个得分五六个档次了。还有一些还卖边角了，还卖了几百块钱边角。对，就是它很杂，但是它翡翠是很气人的，它这些大件的它就不长这样的种水，它也不长这样的满底色，但是它的颜色比它辣，你看到没有？如果这一把出这么多货，相对来说还算是比较有收获。